完了，我自己到吉林，我买双新鞋，我把旧的鞋撇了，我要走新的道路，我要忘掉以前的事儿。好，我要看一下，哎，亮灯是六号许京从，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可以。来，我们来，掌声有请六号，有请。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。看着那个号的时候，你什么状态？倒着就是我。在九出现之前一直是六，哎呀，六号高兴的都不得了了，谁成想最后掉过来了。